近日，王源在接受采访时，王源就透露到，平时喜欢网上冲浪，还会关注王冰冰的视频，直接说出自己私下会关注王冰冰发布的视频，看来真是王冰冰的忠实粉丝了。王冰冰作为央视记者，因长相可爱、笑容甜美而在网络上备受关注，是广大网友公认的央视最美女记者。王冰冰的正式走红，也起源于央视去年九月在网上发布了由她报道的一则新闻事件，该条视频一下子就引起了网民们的关注，点击率高达500多万，由此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在网友的诉求下，王冰冰也终于在网上开通了自己的视频账号，吸引不少网友的关注。不过王冰冰本人比较佛系，就连最新的一条视频也都是在2个月前了。而王源在采访时也大胆说出了这一点，他觉得王冰冰平时更新内容太慢了，甚至还隔空催更，真是说出了不少网友的心声啊。想必王冰冰也是因为工作越来越多的原因，导致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制作和更新视频吧，也期待两人今后能有机会合作。